经典三国传奇重现，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发兵徐州，剿灭刘备，灭刘之后，迎战袁绍。袁绍战河北，傲视群雄。袁绍乘天道领王师，率大军七十万，征曹灭贼。北方霸权争夺全面开战，千军万马，烽烟再起。每周一到周五晚间七点，全新首播剧《三国》就在爱尔达综合台。